时，大圣甲一方主事殿，看到各有各挂，好有好挂，唯有佛教欠了一首，可以代表佛教义理甲精神的教挂，所以因就让我破去。由太虚大师写书，将经过的佛教归纳为作三宝，将归途的教典融成赞三宝的功德，做成一首三宝歌，又称为三皈依歌。希望大家还会记得这歌的内容，而且确实奉行。人尊法师教诲，人尊法师教诲。拄只看到各位拢身体力行，已经达到受福已释如啊！咱清凉佛教徒，也阁有两项应该要注意的部分，大家拢爱会记的。尊重自己，是为自尊，孤尊风范。头发尊顺，精进毕业，起心谦顺，菩萨道行，利益人群。自尊与功高无同，功高是骄傲目空一切，胡乱行为啊！自尊是咱家己精进自己的毕业。无一时一毫看不起别人的意思，还有一项真重要，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咧？我知，是乞丐。对，乞丐。受害不易，乞丐顶难，为靠自身。精进侵占，无化时代，勤修无憾，佛前现今，亲在世间哪会？地主受教了。这节课就到这为止。多谢法师。多谢法师。法师你好，文献，你来了。是啊，已经听完法师一节课了。顾技师，既然你来啊，有一挂话就直接对你讲吧。这啊，水金法师，请讲无妨啊。顾技师，既然着看点加无。该奉依大师尊，殿起正观将一轮，掠来回棒，掠来回棒，细混混。
回报，哎呀，大叔啊，我无这个意思啊。大叔家乡公路海，他笑话不应该，为穷世人笑理解，吃的一支，吃的一支做安排。红衣大叔啊，我真正无这个意思，我真正是一片的真心真意啊。我知影，你是好意，推爱我，其实却是非我不我，高人有福。那是被人诽谤，切不可辩。梦之悠悠，名声为先啊。这回离别，后患难免。一生的阿伦啊，难道会变？大叔啊，这是我的不对，请大叔你原谅啊。唉，我的初衷是向社会介绍大叔，啊，这想不到这好的名声嘛是一种的诽谤。从今以后，我了解，无论是对人，也是对家己，是好是歹，我一定会三思，你晓得。嗯，同参嘛。啊，对了，大叔啊，阁有一件代志，我的学校厦门大学想要邀请大叔来讲佛学，不知大叔你意下如何啊？最近咱有时也常常有人前来邀请你去那边讲经说法，青岛那边嘛要邀请你去啊。哦，青岛严师长咯啊，佛教界之光哦，佛教界之光。嗯，严师长咯。真晚才出家，伊啊用十年的时间，伫北京建造灵岩寺，完成了后，伊去推荐禅定法师去做主持，自己孤身一人到东北去讲经传教。东北以往是无人讲经啊，伊算者是第一个啊。文献，我虽然学了将近二十年，也算不上有什么成就，因此。关于要去大学讲学之事，就请大位转达，我奉伊敬谢不免了。是。随近，那南洋那边，等我把英文复习完毕，我才过去。你。替我转达哦。是。也搁有青岛那边嘛，就等我去回碗，说法完毕了后，我就马上动身启程。大叔啊，你拢无考虑一下吗？哎呀，姻缘一切。虽然啊，
破素婚姻。大叔啊，你都感觉自己不圆满了，那呢，阮这的小人就更加惭愧咯。人人会当了解的话，那是我的责任。鉴于长老爷邀请，我一定要去甲伊协助。哦，是，阮即马马上去你的龙啊。但答应我三个条件。不为人私修地主。将命书，请大师放心，我一定会照办呐。也搁莫再请我为大师。是是是，大法师。山中的路啊，又滚又重啊！哎呀，我这双布鞋吼，啊真容易就弹去啊！需要一双会当渡河水的护鞋吧。所在，莫非是要买鞋吗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来来来，阮这鞋啊吼，有真侪种，但是像恁这真人的鞋啊吼，啊，阮这是买袂啦。恁若买的话吼，来到石马遐去才有啊哦。多谢你的好意啦，我吼，唔是要买真人的鞋啦，我是要买一双护鞋。你买护鞋啊？哈哈哈！哦，护鞋，一家人头一边买护鞋，嘛头一边听到呢。哦，有护鞋，阮才有。你看你要对二种啦吼。啊。啊，
伤大嘞。哦，伤大哦，哪紧，搁有啊。这箱多哦。这箱哦。哦，这箱。安尼，我来你包起来哦。啊，头家啊。咦。啊，拢做偌济钱啊？哦，阮这箱哦，一块银啊，但是算伊成本价就好，七角钱就好啊。哎呦，好，你真多谢咧。没。啊，来。安尼，我也你放正哦。好。哇，师傅，多谢你。啊，这好吼。哦，我个真粗啊！师傅，你小心慢行啊！来去。红烛连绵，黑九点，万世不变，黑幽点，修真灵界，圣严黑，天严神力太吉祥，文字大。三十年前，在日本读书的时候，真熟悉这条路。哎，空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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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啊，空心啊！李本啊，李本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天地无恙，久无动。洪义大叔，你哪里搁咧写字咧？较紧嘞，要买符啊！符符啊，遮尔晚才听着，当然嘛袂符啊。
拢什么时阵啊？恁搁咧拍啥戏？日本人轰炸上海咯！轰炸！搁有真多生灵要投胎了。哎呀，大叔啊，这乱世之中哦，盲人就要先顾家己啊！卖讲我无甲你提醒，即马大家拢走啊！我嘛要来去防空火箱撇，啊恁一切有为化，如梦幻泡影。好，好，恁继续念，我要先来走啊。哎，哈先生，你来啊拄啊好，即马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靠劝大叔紧走，伊唔走，我看只有你会用靠劝伊咯。这个人就是安尼啦，伊若要走吼，什么人拢无法度留伊；伊若唔走，什么人嘛无才调该搬叮当。哎呀，我不要管你，我要走啊！洪公，好久不见了，咱。拢已经老了，唉，这世间哦，一切拢是假啦，唔免认真。可会记得顶一摆，我唔是替你写一百金刚经的四句话吗？我当年买几只。一切有为幻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梦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哪里哦？你即马应该我都讲我这个真理咯。这日本啊，实在是一个让人想拢无的国家呀！我相信日本国对咱的侵犯，绝对不是所有日本人的意思啦。这哦，就是遐个执政者。贪媒执着，做下如此的孽吧！洪公啊，我看哦，要不咱先相骗一下嘛？骗啊！啊，强孽，什么人骗会过呢？洪公，啊，这摆你伫上海，是当逗留几天啊？明仔老船要去厦门，我就要走啊。明仔，阁是遮紧哦？啊，这一摆哦，咱分开了，不知当时阁再相见，无得客气。我倒要回回。这个文明专做要出家人，煞问看这个和尚到底是念经重要，也是国家重要？唔好唔好，代志唔好。这也是无规矩，也是什么代志？我阎王要找弘一法师，我阎王真重要。你师父已经准时教育所前来，啊，恁的法师嘞？马上去请。